第一时间联系了三米粥铺，之后呢，我去问老板汤，我就说那就按三倍赔偿吧。他不但不愿意进行三倍赔偿，他甚至不愿意去退全款，只能退我那个红糖糍粑的钱。有本事去砸他的店，有本事报警。商家认为我向他们索要1000元的赔偿是不合理的，造谣我，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。然后我就拨打了梅州市12315的电话，食品监督管理局说他们会尽快帮我协商。